大家好，我是云儿，你们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谦哥，我知道你们很好，谢谢。今天很开心来到五月天的演唱会，各位师兄好。Hi. 各位师兄好。师兄好。热烈的欢迎告人，你们最近要做什么事？要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，然后之后在7月29也会在高雄巨蛋开。还有7月30将加场在高雄巨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会来吗？会吧，哈。师兄们会来吗？师兄们会来吗？我们想在台上正式邀请师兄来参加小巨蛋演唱会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是一般人的话，我们就会说，哎，再考虑，再考虑，看时间，看时间。如果告五人的话，我们就会说 no。比较直接啊。